大家好，我是 NKC 主播陈思瑜，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如何取得堆高机证照。现在就业状况不理想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不如一证在手。以下就来教大家如何取得一张实用的堆高机证照。学术科并重，缺一不可。堆高机考照分为学科与术科，一般而言，两科都要及格，方能得证，修得正果。现在的考照，学科为电脑线上考试，试题全部为80题选择题，测试时间100分钟，至于题库5到600题，不用3天的时间就可全部背熟。背这些题库要有技巧，不能死记，一定要懂得它的原理，再加以运用。例如，面板灯号、机油灯与充电灯符号常有人搞相反，水滴符号为机油灯，电瓶符号为充电指示灯，见其形状而知其功能，为其心法口诀，以此类推，了然于心。术科分为三站，第一站为20项自动检查，需逐项附送检查。为何需要附送？因为有些人连机油加注口和机油表尺都搞不清楚，当然更不知道哪个是电瓶，哪个是液压油，更何况是加车油还有离合汽油呢。就是要老师知道你在检查哪一项，你到底会不会检查，检查时需要注意，除了答案错误以外，还有有项目错误及未检查两项。项目错误就是你附送的是 A 而检查的是 B， 譬如口念检查塞车油，而实际你检查的是离合汽油。未检查就是你20项漏答的某几项未作答。第一站是交考试卷，交卷前一定要再三询看有无未作答的题号，即使不会也要猜正常，因为答案只有正常与异常两项，技巧是异常勾两项，其他勾正常。20项只要找到2项即可轻松过关。接下来难关四 ，S 型驾驶，考试时间为8分钟，实际开一趟只要3分钟。重点是不能压线，不能停，慢慢开是 S 型精髓所在。因为只要开得慢，任何一点皆可修正回来。至于车距怎么抓，口诀是：前进时靠左边，过了中间靠右边，车轮与线留10公分。起步前记得牙叉先上升约20公分，否则会被判危险驾驶，当场不及格论。牙叉上升后，排入前进档，缓步前进，用右脚含住刹车，慢慢开。到达目标时，依评鉴指示排空档，拉手刹车，牙叉放下来。老师吹哨后，牙叉上升，放手刹车，排入车档，缓步倒退。正面入库与倒车入库为最大的关键点，也是最容易压线碰撞的地方。这时候弯角要大，弯角要顺，一气呵成。下一关是自动仓储作业。一般来讲，公司内部有厂房、有仓库，却很难像考场一样的仓储架，再加上2个门，宽度刚好是车宽加50公分，所以只好参加复习班加强磨练。这一站的分技巧是：不能碰撞，不能压线，不能有危险动作，可以在任何个点前进后退。前进后退碰撞2次即为不及格，快碰撞时切勿勉强通过，可以倒退再来一次，但需要15分钟内完成。正常来讲，一个手手只要1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程，一般考生需要练1身功力于12分钟内完成，上战场才有把握。有证照学长传高，无证照升迁不到，专业领航学历靠边站的时代，证照是多多益善。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考试过关技巧，就上 NKC 来看相关文章吧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见喽。